只想这个颜色，想这个黑色，想全心全意的想这个颜色。你抽到了这个，闭起眼睛，随便你。闭起。水を使います。哎，这个是水，好。想去想想想这个颜色，想。异能时间，让我们特别欢迎周凯妹。谢谢，谢谢。哇，你怎么？啊，这一群好像都永远跟着你。对啊，是他的海味家族啊。我看到哪里都跟着你啊。他们叫海味家族嘛。哦，那边家族的成员。好龙虾啦，哈，好海参啦，哈。不过这个周海媚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喜不喜欢看魔术？我喜欢。刚刚要上节目之前，他好兴奋，他说：“我们现在要变什么？是不是要把我变不见？”对啊，我想应该把我变走吧，然后再变回来。我跟你讲，魔术那还不叫什么特异功能，看过没有？什么特异功能？特别请来一位异能者，相当厉害的，也是变魔术的。哦，对对对，他比魔术还要厉害。要不要看看？要。好，让我们来欢迎 Hero Sky。海妹さんです。海妹さん。はい。あの、你好吗？你好。你好你好。綺麗ですね。綺麗ですね。说你很漂亮。听懂吗？哦。哎，那你要跟他说。ありがとう。哎，不错哟。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啊！不过刚刚我们艺人者在这个台上面啊，这个表演这个积木就这样子凭空这样在浮动啊，所以海妹在下面看着这样。哦。小时候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只是。那小儿科而已，有没有比较奇怪？让我们看。有，因为我们的异能者不但是在棚内会变很多这个很奇特的，他会到户外去跟大自然结合。哦，真的。这次到了海边，哎呦，变了一套非常非常这个奇特，我到现在还想不透的魔术。海滩一条路吗？摩西呀，没有啦，是在海边结合大自然，有一些结合大自然的力量，海风，然后变了一套很奇特的魔术。真的吗？赶快看看。看看好吗？嗯，好，来。1001耶，又到了我们这个超大型户外自然树异能者要为大家表演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场景来到，大家看到很漂亮，风光明媚的海边，还有很多山明水秀的人群。好多朋友呢，听到异能者今天要来这边表演魔术呢，在他这边很多的游客呢，今天都聚集在这边要欣赏我们从日本来的异能者来表演什么样的自然术。当然啦，今天我们这个是山明水秀，又再来我们这个台湾东北角的一个天然的海水游泳池，这边异能者究竟要为我们表演什么样的自然术嘞？我们来问问他。Hero 桑 ，Hero 桑，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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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今天哎 ，Today you wanna show us what?What's magic? 自然数。今日はとても変わった状況設定です。啊，今天是一个这个很特殊的情况。为什么 ？Why? Tell me why. これから自然の力を借りようと思ってます。啊。哦啊！今天要利用的是大自然的力量。トランプをこれから使いますけれども。啊？とても変でしょ？我知道 ，I know. You 你要用扑克牌，跟魔戏一样，把海水分开。You wanna use the pole?Poker and separate the water, right? Righ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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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没有。でも少し変わったことをしますよ。はい。海の力を使います。啊。自然の力です。好，要利用这个大海的力量。海辺にはこう風がありますし。はい、这个有风。水がありますし。水啊，水有水。そして波があります。还有波浪。
要结合这三种。啊。哦，你要利用这三种力量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帮助你来完成这个自然数。啊，现在，トランプを使います。啊，这是扑克牌。誰か手伝ってほしいですね。需要有人帮忙啊。嗯，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怀疑的神情。小姐就是你啦。好不好？来来来，来帮我们一个忙，好不好？来帮我们的这个日本的异能者来完成这个自然数，来请站中间。好，叫什么名字？黄梦粉。黄梦梦粉哦。做梦梦到吃米粉。做梦梦到吃米粉，好名字，好啊！你从哪里来的？桃园。从桃园来，今天我们这个地方玩哈。那我们要请你帮我们这个帮异能者完成这个自然数，好不好？好。嘿。嘿。指をこうしてください。一根手指头借我们。好。どれでもいいですから、一枚指を指さして、どれでもいいです。你这里有一整副扑克牌哈，你随便用手指出来你要哪一张，好不好？随便随便随便你随便你。This。啊，确定吗？对。确定。不要改。不改。不改了，不改了。好，大家看到了哈，红桃四，大家都要注意看这个红桃四哦。OK。还可以，可以，いいです。今は现在 ，OK，OK， 好，现在要怎么样？哦小心小心哦，这个海边的地形真的是很可怕。哦，来来来来，我们的异能者，你要做什么？啊？要把它丢出去啊？哦。选的那张红桃四是浮在水面上，而且是面朝上，其他的扑克牌都是面朝下的，这就是自然数的这个厉害哦哈！你觉得会不会可能是我们异能者这个丢牌的这个手势？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啊！不然的话，我请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不会来变魔术，我也有一副扑克，你帮我丢丢看好不好？看看看，对，试试看看可不可能是这样子把它丢出去，然后所有的牌朝下，只有你选的那一张，就是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有专门这样浮起来的，好不好？来来来，自己拿。有没有可能一张朝上？没关系，你可以洗呀、洗牌呀、然后给大家看一看这副扑克牌，嘿，有没有可能啊？你这样丢出去，然后只有一张朝上，好，给他看，然后就照刚刚异能者的那个 pose 很帅的那个 pose， 这样，对对对，就这样丢出去。哇哇，好棒，好多张浮在水面上哦，所以我们刚刚大家也真的看得出来，真的是这只有那张红桃四哈，哇，好，哦，这个女孩子梦粉小姐，你刚刚猜了蛮多张牌的哈，好，所以看这么多张牌，不过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真的哈，我们这异能者真的相当的厉害，真的再次谢谢异能者，谢谢阿里亚多，哇，太棒了，太棒了。异能者在表演完神奇的海中撒牌术之后，独自一人漫步在宽广的沙滩上，突然心血来潮，在沙滩上抓起了一把沙，左弄弄右弄弄，除了那把沙之外，双手是空无一物，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异能者要为我们表演什么令人惊奇的魔术呢？天灵灵，地灵灵，满天神佛来显灵。哎呀，原本空无一物的双手竟然无中生有地变出了一颗贝壳。为了响应环保运动，将漂浮在海中的垃圾瓶子呢通通都捡了起来，异能者又要为大家表演什么？哦，Sakai san， you are very magic。 这个海边的话玩来玩去这样子。对呀、啊、这说是海水带回来的沙。对对对，从海边带回来的这一瓶。前回にはいろんな色があります。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很多种颜色，哎，自然界的颜色。今ここにいろんな色のカードを持ってきました。これは例えば黄色ですね。现在有各式各样的色卡。黄色、红色、绿色，いろんな很多种。各种不同的颜色。白色、蓝色，哎，很多种。ね。好，现在我们请，看到了哈。大丈夫ね。はいはいはい。
少し混ぜます。请我们把这个牌洗一下。指をこうしてください。好，海妹的手请这样子。这样子。对。どれでもいいですから、好きなカードを指さしてください。どこでも。哪一张都可以，你觉得要哪一张你就碰它一下，点一张，自己点一张。好，就这张。今なら変えても構いません。现在要换还可以哦，要不要换？不换。确定？不要换。真的不换？不换。不换。じゃあこのカードいいですね。对，就这张。置いときます。好。色を見てください。请你自己看一下这张卡片是什么颜色。黑的。反正他听不懂没关系。可以。好，黑色的。你选到了黑的。这么多张牌里面，你选到了黑的。その色を心の中に描いてください。现在，请你的整个的人，用你的脑，还有用你的心，一起去一直想这个颜色，想这个黑色。想。全心全意的想这个颜色，你抽到了这个。闭起眼睛。随便你。闭起。水を使います。はい、这个是水。好，想去想想想这个颜色，想。看不到，我刚刚闭上眼睛看不到哎。哎呦！掌声鼓励一下！哇！腿有点软了，碰过，好厉害哦！哎，我一生在讲鬼故事啊，这一次真的自己被吓到了。哎，而且他就是五秒钟那样啪，然后就跳到你选的这个黑色。我刚好闭起眼睛一打开，哎，变成黑了。我们是看着他这样，我们是看着他这样大转，然后五秒钟会啪，他看不到。这个就是大自然神奇的力量，大自然呢已经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了。当你的意志集中，它是黑色的时候，忽然间它就变成黑色的啦。哇，这当然要感谢我们的异能者，有这样的能力，使得大自然的力量跟我们现场的这个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哇，いいですね。啊，一起共ですね，好棒哦，太棒哦。哎，好，谢谢这个サカイさん，也谢谢海妹さん。海妹上下次要再来哈，太神奇了，很厉害哈！上台回去收看《一千零一夜》。
待有阳光，温暖我受伤的心灵房。所有痛，珍藏所有梦，学会不怨天不怨你，好好地爱自己。等待日出的爱情，早晨的奇迹，不再任凭自己在夜里哭泣，忘掉所有痛，珍藏所有梦，正经历